还以为锁在那么危险的机关箱里应该是什么稀奇物件，结果不过是普通财物。邪教搜刮了这么多钱财，不知害了多少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石头是做什么用的？罗家主，您在这儿吗？几位有什么事吗？罗家主，听大叔说刚才你们有位同伴受伤昏迷了，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发吗？这扁大夫，月姑娘明天应该能够苏醒，但还是不宜劳累奔波。罗家主，我们也知道自己这么说不近人情，可是我们都想早点回家。这罗家主，就由我们乌孙部送他们去迎辉堡吧，多少也算做点补偿，我们心里也能好受些。那就拜托您了。啊，那太谢谢你们了。还有我们现在身无分文，骆家主您能不能借我们点路费？我回家后一定会还的。是啊，骆家主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您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定会还的，求求您了。我此次来是为了清剿邪教，并未带多少钱财。这样吧，我们找到了一些邪教搜刮来的财宝，你们就取一些全充路费吧，这边我会补上。谢谢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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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这珠子真漂亮，玉香一定会很喜欢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此地的邪教应都已伏诛，大家好好休息两日，等月姑娘好转我们就回洛家。我去村里逛逛。对了，严大夫，这两天也劳烦了你不少，不如随我们到洛家做客如何？对，扁大夫切莫推辞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秀儿，小月所中之毒你当真无法可解？还是师叔，我不过是个寻常人，还难以如你一般瞬间想出那种以他人性命来试探扁洛环身份的方法。明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洛家主，事情是如此，事关一人清白，你们确定扁洛环与邪教有关？之前还只是半信半疑，但方才月姑娘所中剧毒我虽无解法，却可肯定其药性与此前教徒自尽所用的相同。扁洛环有其解药，结果不言而喻。我明白了，便依你们的计划行事。不过幸亏他是邪教的人，不然没有解药，月姑娘可就危险了。有师叔在，骆家主大可不必担心。那我先出去散步了。贤清前辈精通医术。你猜。此处发生之事已告知埋匿，暂且可以放心，不知其他人如何。小赵岩，还不休息？
莫非是嫌我们三人同住一屋太过拥挤，想和小秀儿同住？前辈不要说笑。竟然如此淡定啊。君上，您就只惦着他。起。君上，现在看来，只要多花些日子，他自然能缓过来。您的力量十分宝贵，何必浪费来为他驱毒？硕玄。吾当如何行事，无需你智慧。我又做梦了，他们没事就好。虽说硕玄近日确有失误，之前命他检查齐的情况，他却因怯热贪水而露了心迹。此次为防他们对齐有异常举动，令他赶来落日部，却又未能保其周全。不过祝宇，你方才可有些过分喽。吾并未下杀手，即便是你十分之一的力量，世间也无几人可以承受。他不该多言。你应也意识到了吧，数月之前你还不会因他出言无忌便对他出手。吾会尽力克制。唉，水月蒙尘尽由我等而起，我会为你拖延到最后一刻，不让那个结局发生。吾早有觉悟。唉，灵叶，终吾一生只能见到他的睡颜吗？吾心中如今所感，似是人间名为不甘之情绪。不，我相信你们的缘分不止于此。好难受，浑身都痛。好了，不哭，刚才还没事呢，怎么一下又哭起来了？一醒过来就很痛，可是你睡着时我哭你也听不见啊。真是小孩脾气。不疼不疼啊。我会忍的。乖，你呀，今天晚上我看见开机关箱子的情景时就告诉过你小心飞剑，你自己躲开就完了，干嘛还帮姓扁的挡箭？
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他的感觉跟金章女有点像，是很重要的人，不能让他中箭。哪里像了？我就是我，不许跟别人混为一谈，听见没有？哦。要是我看见的包括这一幕就好了，提前叫你不要出手，就不用受这些罪。可是金章，那样的话他不就中箭死了吗？你以前都跟我说，生命是很宝贵的东西，只有一次，虽然一般的闲事咱们别管，遇见要命的事还是要管的呀。今天昭言他们也说，就算是坏人的生命也不应该轻视。我是个自私的人，对我来说你的命就是最重要的，要是救别人会伤了你，那就让他去死好了。嗯，那我也很自私，觉得金昭的命是最重要的。确实与我无关，只是不知月姑娘心中是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七，对你来说我是什么人？你是金昭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你是把我当成哥哥还是别的什么？嗯，就是金昭啊。怎么了？你这样的傻瓜，我还期待你能说出什么惊人的话。算了，不是哥哥就好。嗯，金昭你好奇怪。嗯，那是什么？金昭你快看，真漂亮，好像星星一样。是啊。阿曼卓勒大叔他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，我们去送一程吧。硕璇姑娘，昨天在村里都没有找到她，还以为她已经离开了。太好了，等下去跟她打个招呼吧。罗家主，真的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！分内之事，大叔，麻烦你了。这是我们欠他们的。一路顺风。既然此间事已了，罗家主，我也告辞了。这么急？贤清前辈和居兄也一道离开吗？我还想招待几位去洛家做客呢。小昭言盛情相邀，我自然要去。我想再多留几天，回了中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硕璇姑娘。我习惯一个人行动，便不麻烦洛家主了。如此，那就不多送了，我去探视下月姑娘的情况。明姑娘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啊，我那个去村里逛逛。真是些有趣的人。你接近洛昭言究竟是为了取回你的东西，还是为了有趣？有什么所谓？硕璇姑娘是来探望月姑娘的吗？
月兄，月姑娘怎样了？昨晚醒过一次，喝了点水又睡着了，应该是没事了。那就好。麝玄姑娘要走了吗？这个鬼地方又干又热，留在这儿干嘛？姑娘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没空。姑娘，等等。你觉得你拦得住我？妖气。两位，有话好说。素玄姑娘，你好像对我家琪特别在意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就不想说。你为什么不肯说？琪现在不过十五六岁的姑娘，我遇见她是在三年前。要是你和她之间有瓜葛，那起码是三年前的事。那时她只是个小丫头，能和你有什么过节？我看不通，是跟她父母有关。你这么爱猜，自己猜去啊！要不是因为他，君少也不会对我。哼！小鬼，不知道打狗要看主人面吗？好吧，打主人也得先看狗啊。不许打金招。你们就这些本事？我的怒火不止如此，就看你是否承受得住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寿祥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十步。我七堂主，你同这妖物熟识吗？妖物？见我们是妖就要杀，自己不也养一只走狗？不让我动那两个人，那我杀别的人总没关系吧？起。起。都住手！兽玄有那个奇怪的水泡护身，情况对明姑娘不利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抓住硕玄再说。一群没用的家伙。这你做什么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可是没劲。洛家主，明秀告辞了。好，好的。疼吗？觉得自己保护了心上人，虽说为此挨了小秀儿的打，心中却颇为自得。没有。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你冒死帮他扰敌，想必那个硕玄会对你青睐有加呀。怎么了？他刚才手上拿的那个东西，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。看来他果然跟你的过去有关。可恶，就这么让他跑了。先回去休息。我做错了吗？可是就算硕玄姑娘是妖，她也还没做坏事啊。菊兄，临阵内乱是大忌，等月兄他们心平气和一些，去道个歉吧。嗯。月兄刚才那句遇见骑士在三年前是何意？
不劳您远送了。世叔，他的妖气再淡，瞒得过我，也瞒不过同是妖的你吧。楠楠，力气别太重，否则韩将兄可会担心自责。你别向师父告状不就好了？还有，不许叫我楠楠。萧炎，月姑娘，感觉如何？不怎么难受了。那月兄，我们今日启程回洛家吧。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天，真是对不住。没事没事，那个月姑娘好了最要紧。你看，已经没事了。居公子费心了，哼！月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金州，石方惹你生气了？哎，行了，居兄，居石方，我原谅你了，成不成？对了，月姑娘，你刚才叫我十方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能叫我齐哦。那我也叫你小月。行啊。太好了，我还发愁要怎么帮君兄说情呢。缘法无常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，何必强求。贤清兄真乃世外高人，这种境界常人恐怕一辈子都达不到吧。只是靠时间磨砺出来的东西而已。闲话少说，再不出发我们干脆等到明天再走吧。一直听闻昙华洛家虽然地处西塞，
但风景堪比江南水乡。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啊，是啊，扁大夫，这边请。走吧，扁大夫。骆家主，你们这出请君入瓮要唱到几时啊？既然你都看出来了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装模作样。这次我不会再让敌人跑了。藏锋，骆家主，你们是否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扁大夫，你与启魂邪教是何关系？邪教为非作歹，十恶不赦，我可不想同他们有什么牵扯。哦，那不知你之前为小月解毒所用何方？我相信扁大夫医术高明，能立刻确诊小月所中奇毒为何，但随身携有解药却未免过于巧。扁大夫，可否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？哎呀，还真是好心办坏事啊。金州，我们要跟他打吗？也要看他有没有以一对多的本事。扁大夫，我觉得你是个好大夫，为什么要和邪教混在一起呢？哎，你们误会了。好吧，我同启魂圣宗是有些关联，但我并非教众。利用人心中的欲望加以引诱哄骗，令其误入歧途，这样的手段我也极为不耻。那你们之间是何关联？此时还不好细说，不过我肯定不是你们的敌人。乐兄，他既然承认跟邪教有勾结，咱们不如把他关起来慢慢审问，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只能如此了。那各位先到大厅等我。扁大夫，请你安分些随我来吧。